阿蒂古，你平常喜欢做什么？跳舞。哦，跳舞 ，dance。芭蕾舞还是民族舞？韩团舞，韩团来的，所以那你今天可以带一段舞蹈给我们看吗？手指舞，手指舞，欢迎阿弟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草莓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按下订阅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呢。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